所以看感觉怪怪的看一下练如何啦。OK， 还是你要起跳？等一下，先看一下嘛。先看你做不做得来，是不是？啊，我。那我做还这种简单的动作，有28年的功底在，好不好？怎么跳啊？刚才怎么跳？这样下。手不动，脚不用动，脚不用动。脚不用动吗？你是老派，是有点老派的。对，我们以前都会这样子，那脚后跟不能出来，这样子。这是老派的。嘿，好，嘿。轻一点，轻一点，一二三四，公园舞嘛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手手转转，摸，摸，这个好像不太适合我吧？怎么摸？摸。这样吗？喂，好啦，你们继续练啊，你们继续练，我去玩我的，拜拜。其实连我自己都是在新媒体上面看到，我还没有现场真的看他跳过，看是不是有机会可以独自享福之类的。